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Sony， 今天要来刮台彩最新推出的三张刮刮乐。这三张看起来非常的像，它的玩法都一样，它没有这样子出过哎，而且三张的名称都很像。幸运十倍，一张100块，头奖300000，有三个，中奖几率25%，超过33万个奖金加倍机会，超级20倍。一张200块，头奖200万，有三个，中奖几率28%，超过36万个奖金加倍的机会，无敌30倍。一张300块，头奖300万，有三个，中奖几率31%，超过42万个奖金加倍的机会，10倍、20倍、30倍，你预算高一点，你就可以买300块的。你只想要刮个爽度的100块，试一下运气。既然你这么特别，来玩123，那我也来挑123。幸运10倍，我挑尾数11；超级20倍，尾数我挑22；无敌30倍，尾数我挑33。真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不同而已。你应该不是不想要想新游戏了吧？我们先来刮这一张，一张100块的幸运10倍，头奖有30万哦。它的玩法就是幸运号码跟我的号码如果有对到一样的，看上面金额是写多少，我就获得那个奖金。又或者是它还会有一个倍数符号。如果我有刮到那个倍数符号，看奖金是多少，就直接加成啦。一个格子里面它有两种玩法，看起来如果没有被骗的话，应该幸运号码会是2个，我的号码会有5个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。因为你看它每一张，它上面的金额数字跟金砖的数量都不一样。幸运号码16，哎，04，幸运号码2个，真的是2个。来看我能不能刮到04跟16。哎，第一个是17，再来呢？哎，4014，至少有5个数字吧。1161611，你也可以来个倍数啊，直接来倍数没关系。倍数有没有倍数？15141517116嘞。你们出门都没有在注意同伴有没有带上吗？16有带来吧？16啊，一开头，已经这么多了，来个16不过分吧？16、13，你签13干嘛？你要签16啊？你们这些没有爱的家伙，还有没有？哎呦，没有了。幸运10倍，一倍都没有。第二张超级20倍，一张200块，头奖200万，如果跟刚刚的玩法一样的话，这一张应该幸运号码是3个，我的号码会有10个，对中号码上面金额多少我就中奖，又或者是一样会有倍数符号，刮到倍数符号就看刮到多少奖金，直接乘以倍数。对，玩法一模一样，越来越大张哦，所以号码越来越多。幸运号码你有多少？2开头耶，27、22、04，04又来了。我的幸运号码有3个，27、22、04，金砖下面应该就是27、22跟04啦。来啦，第一个，哎，8，哇，这么边边，害我差点错失，以为这边没有数字。06、04、04、09。不用一开头，我这边没有一，看清楚，这里没有你的同伴，你不用来。16，你是不是走错棚啊？你要在这里呀、啊？哎呦，你路痴哦！19，这边都没有一开头的，你们不用来，你们来这边观光哦。2，对嘛，2开头，2才有入场资格，只是入场资格而已哦。我要中奖，好不好？22跟27，24，2开头，对嘛，2开头，我有2个2开头，哎，多需要。26嘞，这里还有这么大，04、01。9个了，所以看起来我还有一次机会而已。来来，2，对，2，20，9，
超级二十倍，一倍都没有，连倍数都很难看到哎。大家会很容易刮到倍数吗？第三张无敌三十倍，一张300块，头奖金额300万，无敌哦。无敌哦，无敌三十倍，看起来也是三个幸运号码哦。幸运号码没有比较多哎，这里的金砖有15个，这个300块是因为有给你多一点的号码。我要再讲一次，这张的玩法就是幸运号码跟我的号码如果对到一样，金额多少你就中奖，又或者是倍数符号直接乘以倍数，就是你总共可以获得到的奖金。幸运号码刮开，又来04，04是最近很缺业绩吗？那你要来啊，老板都没有教你吗？我怎么三张都有04？39 ，Oh my god！ 你给我这么多机会，但是相对的，你的号码也越来越大，聪明呢，哈，31。玩这么大哦！我这一张的幸运号码就是043931。首先，我的号码我有多少呢？29。谢谢哦，我只要0跟3开头的就好了。对嘛，3啊，3开头的31跟39，好不好？你就一条或者是一条再加个圈圈，其他的不用。嘿。6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讲清楚。你带了一杠跟一个圈圈，但是你的那个圈圈要在上面，圈圈要在上面。我是要39，不是要36啦。再来是这个3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跟九，二开头不用嘛，24，三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多了一个头，33。你们两个都来了，记得刚刚说的吗？要把你们的同伴带上，好不好？31有没有在里面？有没有把他带来？有吧？你看三哪？三的三一，我又说错了，3233带了34，带31，好不好？28来干嘛？27，你们干嘛来插花啦？0000009。31 39，35，一也不用啊。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21，对，就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哦，看起来还有3个，再三个，就来各一次吧。13啊，哎呦，都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了，你不要再来一些不相干的号码，好不好？就跟你说不要，剩下一个啦。17没中，哎呀，这三张都没中哎，名称看起来很厉害，结果一张都没中。10倍、20倍、30倍，不是0倍。今天我这个分母做得非常的称职，而且我把尾数双胞胎的号码玩烂了，12233都没有中奖，还是你们挑到什么样的号码有中奖？下次可以来刮看看。端午节要到了，从上次跟上上次那个时候就有端午节的刮刮乐出来了，哇，这端午节刮刮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铺陈到现在，少说也有7张了吧。这个端午节有很多刮刮乐可以选择，大家如果过节想要去试一下运气的话，记得还是要留个钱买饭吃啊。有预算再买多一点，没有预算都不要买也没关系。那你看我这样，你也不会想要买了吧？分母要去买饭吃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端午节快乐，拜拜。